奇怪的东西。好，需要应该是没有都在这个角度嘛，对吧？对。等一下，好好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还要再一次一二三同学吗？颜色怪怪的，颜色怪怪的。好，二二三了，是。等一下哦，还要哦，大家维持笑容，脸朝前哦，哈。维持笑容，不很僵的，稍微松一下哈，就赶快回来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二二三，同学。谢谢。有好。来，左前方这边，还有，还有哪里？来中间，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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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间。你的阴影太重了，那我们就稍微右边一点点。你的阴影太重了，真的，真的我好累。好哟，好，够吗？各位摄影大哥，还是这样就可以了。尴尬的位置，哦，我去看右手边这台。好，看右手边。尴尬的位置，还是来中间。中间，正中间，正中间，好，正中间。不是正中基哦。哦，中。难笑，来左边，来左边一点哈，视线视线给左边一点。有没有搞错？我这音量居然听得到。我在帮你喊。哇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骗谁呀？有眼睛在，我们都吵不了。再花俏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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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俏一点。那个，郭富城。哦，这些就是金瑞瑶，金瑞瑶先，他们戏里面会那个，对，因为那个年代的几位歌手很红的，都会一一为他们唱。我可以有杨林吗？可以有杨林吗？金瑞瑶，小虎队，小虎队，金瑞瑶出来了，小虎队，小虎队，帅气的脸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小虎队有后空翻呢。对啊，后空翻。需要左边右边吗？不用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是郭富城。啊、还有，郭富城的站紧一点点，站紧一点点，站紧，站紧一点点，哦，站紧一点点。嗯、哇，好紧，真的很紧，好可爱、哦。手这边有点紧。扭曲，正在扭的过程当中，等一下他们手会抽筋，真的。不会了，太抱歉。脸还是要维持美美的笑容哈。OK。气，看前方，看，我们先看中间。没有笑，他们目前都浅浅的笑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右手边，看一点点右手边哈、哦。佳倩，你下巴高一点，下巴高，对，脸吃多点光，对，看不到眼睛是不是？对对，光，顶光，椅子对，光，吃点光。太高了，光，麦克太高了，双眼皮太高了，两把太厚，对不起。对对对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，偏一点点。来，左前方边。左前方。再帅一点。哦，已经很帅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换个姿势，再来一次。五月，这个脸朝上。好，我们看正中间哦。然后我们看右边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看左边一点点。好，再来。
为什么嘉健那个同学会，大家也许很多人都看过以前的剧版本，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剧。那我觉得他的困难就在于，因为原本的版本已经太精彩了，所以我们如何在精彩当中还可以杀出一条自己的血路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就是九个人都是非常困难的挑战。然后，但我觉得，因为他加入了黄韵老师还有黄婷的音乐系，他又杀出另外一朵花，他就会开出另外一种样貌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再来看的人，他应该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而且老实说，我们这九个人，因为跟原本的版本其实个性都很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又各自发展出一些些血肉出来。所以我相信，尤其看过旧版本的人，如果再来看这个新版本，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跟体会。啊！很优秀，太棒了！啊，分享一下那个，就他在试妆的时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嘉健，嘉健，还有嘉健，他这就一直是花美男，其实花美男他就最帅，对啊。试妆过程中，好，那我先跟你讲。还有金哥，都是帅哥。什么什么造型都敢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要被你放进去，我们刚刚给你发声，就是这个造型，但是你快把它进去做一样，我们真的有礼貌给大家。那我们借着这个几十年的观光医馆，对，几十年的观光，让大家看到我们就很好。就要去玩，看观光客出来。没有人长得像欧亚，还有人长得像花妈，还有人像七龙珠，但是现在也不会长得，你要到现场才看得到。雅雅还有一套很萌的衣服。哦，有一套很萌的衣服，其实我本来是不敢穿。但是你人气，但是呢，就班上的两位，我最重要的两位男主角，就是光良跟嘉健，就是力荐我一定要穿，就是讲了两天，他终于说服我把那套衣服。肯定要来看，你知道怎么穿？真的，然后每次在排练的时候，然后看到那套衣服，一出镜都会笑，都会大笑。要有效，要有效，是啊，真的。但是嘉健跟光良非常喜欢那套衣服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相信观众会很喜欢。其实真心觉得，因为本人气质好，所以虽然那套衣服很穿起来真的，完全你驾驭了他。但是我怎么每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都是带有点冲突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真的，你看你啊，后面So serious 吗？班长，就是要问这么严肃的问题。那其实因为同学会，我们这个同学会跨越了几十年。那其实就会快速的翻越人生的过程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到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其实都还在闯荡，到快30岁的时候发现自己上不上下不上，快40岁的时候就超困难。那我们知道，去追寻我的理想，还是要去为了钱而再继续磨砺下去，就是人生在不同的阶段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，因为跨越太多年的时间，它又是因为这么紧密的因素关系，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深度的厚度，一定会有超北南的好笑的话，但是一定也会有超级痛的，因为感情，人跟人之间感情可能100年来都不一样，所以就会看到生命的比赛。看他墨镜都戴起来了。那我说真的，因为我们有一场戏，瑞君一讲一句话，我觉得大家当场都呜，只是一句话，大家全部沉声不起，就觉得呜，对呀、啊，我们
所以其实不只是同学会，我想如果你身边有好朋友，很多可以感受到，如果万一你任何一个好朋友你们相聚而有一个位置没有好的话，那你们是承受的主角，好吧，有的严肃今天是有优良女生是很激烈的吗？是很，你没有办法，是很滑稽的思维。那我讲一下，我这一次算是严格来说，我第一次演音乐剧，这一是不一样的，我很开心，跟我想象的我收获了很多，其实我觉得大家会非常的着急，因为我对于。那对演戏这一块我是完全没有的，然后呢，我都是从大家身上学习，然后大家都一直会教我，其实这个是我是放心的。刚刚欢欢有讲到那一个，我也有感受到，其实这一个剧里面的每一个同学发生的事是很真实，我们身边就会发生的事。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经历每一个人的人生，可是你看这部剧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受到每一种人生的感动，或者是悲伤。或者是甚至是生命死别，任何的都全部都压缩在一个剧里，因为我们用几十年讲这个东西，所以你来这边，你就会有点像是坐着时光机去感受不同的人物跟角色，然后会有那种感觉是我觉得来了才会知道。然后我们演的时候已经到我们到排的那种，就是到最后了，都还在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相信，大家，但也有笑的啦，比如说凯尔，就你来讲一下好了。为什么你就是笑的？为什么？有一次，就昨天而已，一早上来，他又告诉我说，他叫我光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排练的时候，昨天在台上在排练的时候，我突然看着他了，我要叫他的名字，光良，大笑，然后说对不起。但是你到底是就排太久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然后这几天搭的，所以有点搭机，昨天晚上没有九点多十点多，其实已经上班了，对对对。而且有人老公也怀孕，对啊，有这么对对是。有人的老公也怀孕，老公怀孕了，讲一下好了。老公怀孕，被呛到老公，会这样，因为我的角色是我不能怀孕，然后老公外遇，然后那一整个人纠结的那个情绪，我就一直哭，就说我跟你报告一下，我老公怀孕了，自己都不觉得我说错，然后回头看为什么大家都傻眼，我就说我说错吗？哦，我回去想了很久这个事情。恭喜！其实我觉得这出戏，我每个演员都很棒，然后我很开心可以认识这么多，然后因为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面对，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份特别的感情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力量，希望借由这个剧可以疗愈很多人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样年纪的人。会在某个角色或某个年纪找到自己某一个结局，然后希望我们在台上演就是你的人生，看到你自己的人生，两套你的人生一起来，让自己疗愈更好。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就是可以调整，可以让我们真的更加的幸福。